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风骚律师》第二季的第一和第二集。第一季故事最后，因查克阻挠，吉米未能如愿加入养老院的案件中，而哥哥对自己的态度更是令人绝望，于是回到芝加哥与好基友马可重操旧业，度过一周胡天胡地的生活。然而马可却在二人最后一次玩劳力士把戏时不幸撒手人寰，他的死令吉米觉醒，准备做回真正的自己。好了，话不多说，开始第二季的故事。一开始讲的是毒师故事线后面的故事，避免身份被人识破，索尔戴上眼镜，蓄起胡子，成为一个平平无奇的甜品店老板。今天晚上到商场垃圾房倒垃圾时不小心被反锁，从后门出去会触发警报，他不想有被识破的风险，所以一直待在垃圾房里等待，几乎空无一人的商场里会有人开门进来倒垃圾。干等两个半小时后，终于有清洁工了，索尔故作镇定离开。都陷入困境了，他还不忘在凌乱的涂鸦中间留下一行小字，索尔到此一游。言归正传，吉米与麦克对话前已经和戴维斯梅因律所的人见过面，由于被查克伤透心，他想重新变成风流吉米。不过在拒绝律所前，吉米单独询问了金的立场，问这次合作是不是金在背后促成的，更想知道如果加入这个团队，两人关系会不会更进一步。金并没有承认自己在背后做的一切，同时强调加不加入都不会影响到二人，因为这是两码事儿。最后吉米拒绝了戴维斯梅因律所的邀请，他一路向北，嘴上哼着马可生前最爱的曲子，风流吉米的感觉回来了。回到美甲店，吉米拿起水杯准备喝专供顾客的黄瓜水，结果依旧遭到老板娘的反对。吉米下意识放下杯子，转念一想，这不对呀，我现在可是风流吉米。于是他不羁地将领带甩到身后，拧开水龙头张嘴就喝，喝完还不忘向老板娘嘚瑟。回到蜗居的办公室，吉米连门上贴着的公司名都觉得碍眼，干脆一把撕掉。接下来的几天，吉米化名为康普森，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度假酒店的泳池里，体验了一回有钱人的生活。不久金找到吉米，问他为什么不再当律师了。吉米袒露心声说道，自从来到阿尔布开克，他就一直想方设法讨好查克，结果查克却无法接受他从小混混成为律师，他能接受自己一次次拯救吉米，却见不得吉米过得比自己好，赤裸裸的人性啊。生活中雪中送炭的大有人在，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锦上添花的。谈话间，一个目中无人的股票经纪人成功引起吉米的注意，他想让金亲眼看看自己编故事的能力。吉米嘴皮子功夫本就厉害，在金这么聪明的女人的助攻下，几个回合就让经纪人上套，白嫖了一顿大餐和好酒。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喝的蓝宝石龙舌兰正是炸鸡叔毒杀墨西哥大毒枭迪奥的同款。经纪人直到最后还乐呵呵地以为自己签了个大单子，他又哪里知道几年后因为狂妄跑车又被老白给烧了。两人骗吃骗喝后出来关系更进一步，金从没做过这样的小坏事儿，因此感到很刺激。循规蹈矩的生活是常态，不过有时候也需要适当的放纵。当晚吉米到金的住处共度良宵，第二天早上吉米想用金用过的牙刷刷牙，结果被拒绝了，于是他直接用金的手指，套路很深啊。金上班后，吉米依旧泡在泳池里，很快下一个目标出现了，一个全身都是 Gucci 的大肥羊。吉米想让金过来协助自己，就像昨晚一样，可能是在忙工作，金并没有回应。没有了行骗伙伴，独角戏无法完成大部分骗术，犹豫再三后，吉米还是给戴维斯梅因律所打了电话，接受了新工作。新同事对吉米很尊重，公司还给他分配了一间逼格很高的独立办公室，有专门的配车和小助理。在这里吉米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随口说了句想把办公桌换成喜欢的黄檀木，没想到公司想都没想就帮他实现了。另一边，地中海和纳乔成功交易几次后渐渐膨胀，竟买了一辆无比扎眼的悍马，甚至要开着它去进行非法药品交易。
老麦克好言相劝，让他低调做人。谁知地中海不以为意，还认为这几次交易都很顺利，请麦克当保镖完全是多余的，要是他还想赚钱，就坐上悍马车去见纳乔。麦克懒得搭理这个愣头青，于是双方终止了合作。和纳乔交易时，地中海不忘炫富，还邀请他上车感受下真皮座椅，殊不知对方已经偷偷记下他的家庭住址。果然没多久，地中海家里就遭了贼，他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警察很快过来调查，地中海表示自己珍藏的一套限量款棒球卡不见了，除了这些还有不少钞票。可话说完他就明显后悔了，表示不用管那些钱，要把棒球卡找到。院子里停着的悍马，警察想不注意到都难。他们察觉出地中海的经济实力与他家中的资产明显不匹配，便询问他是干什么的。此时我们终于知道地中海的职业，他在一家制药公司当程序员。见警察对自己有所怀疑，地中海连忙解释称悍马是租来的。等他去房间里整理失窃清单后，两名警察有了重要发现。他们在沙发后面的墙上发现一个秘密空间，看样子是用来藏钱的。警察打开手电筒往里照了一照，里面早就什么都没有了。防止打草惊蛇，警察迅速将沙发搬回原位。吉米坐在偌大的办公室里，一切都跟做梦一样。他四处查看新办公室的环境，走到窗户前，注意到旁边墙上有一个贴着小纸条的开关，上面写着保持开启状态不要关。可风流吉米又怎么会乖乖遵守呢？见办公室没人进来，他偷偷撕下纸条关掉开关。本以为会发生了不得的事儿，结果啥事儿没有。之后吉米又把开关重启，将纸条贴了回去，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查克在家弹奏着西西里舞曲，大概因为吉米的事儿有些心烦意乱，连续几次因为弹错停了下来。就在这时有人敲门，原来是霍华德带着物资来了。聊起吉米，查克才知道他被戴维斯梅因律所雇佣。虽然嘴上说着挺好，但双手交叉于胸前的防御姿势出卖了他。查克似乎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霍华德表示对方早就知道吉米的背景，可这并没有阻止什么，并且金一直在极力促成这件事儿。早些时候金还告诉吉米自己没做什么，没想到金默默付出这么多。好姑娘真是光芒万丈啊。两家律所要针对养老院一案召开会议，金提前来到会议室，看起来像是在布置会场，其实是想把吉米的座位调到自己旁边，这样的小动作也是很有爱了。会议过程中，金除了认真听讲，脚上的小动作更是不断，看来他和吉米的关系又近了一些。会议结束，两人在地下停车场闲聊，此刻的他们宛如一对未婚夫妇，对未来充满憧憬。起初金只是站在朋友角度给吉米提建议，直到他下意识说了一句我们应该没一个烤肉机，主语突然从你变成了我们。聪明的吉米一下子就发现金的小心思，顺势说道对啊，我们绝对应该买一个烤肉机。说完这句话，两个人相视一笑，没有谁主动挑明这不言而喻的关系，只是点到为止。很多人喜欢这部剧和这些让人上头的小细节不无关联啊。为了祝贺吉米，金特意送给他一个礼物，是一个杯子，上面写着世界第二律师，估计是希望吉米能不断进步，不骄不躁吧。对于第二这样的字眼，吉米显然不情愿接受，但毕竟是心上人送的礼物，最后他还是高兴收下了。两人吻别后，吉米来到美甲店，让拖车把老古董小黄车拖走，换上律所配备的大奔，瞬间逼格就上去了。非要挑美中不足的地方，那就是杯架太小，金送给他的杯子根本塞不进去。地中海这边，他很傻很天真的到警局配合警察破案，在停车场恰好遇到麦克，果然姜还是老的辣，麦克一眼看出警察早就盯上地中海，是想钓鱼执法才把地中海约到警局。没想到地中海是真傻，完全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蠢也就算了，老麦克教他做人他还不听，死活要让警察找回他收藏的棒球卡。关键警察对找卡片这件事根本不在意好吗？
老麦克表示很无语，我怕不是遇到傻子了吧。担心自己受到牵连，麦克告诉地中海自己会想办法帮他找回卡片，事成之后别忘了付钱就行。之后麦克找到一家专做皮革面料生意的店铺，说要给自己的汽车座椅换个新皮面。这显然不是麦克的主要目的，他其实是来找店主儿子的，也就是纳乔。麦克表示，我对你洗劫地中海的家并没有意见，像这样的人就需要社会毒打，但是你不知道他有多蠢，竟然为了卡片主动报警，安全起见最好快点把棒球卡还给他。听了麦克的话，纳乔不为所动，没办法，只好使出杀手锏。麦克告诉他，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做，我就把你偷偷和地中海做交易的事情告诉图库，不知道图库的暴脾气忍不忍得了啊。前一秒还硬气十足的纳乔瞬间变怂。其实麦克早就有了计划，他向纳乔承诺，只要把棒球卡和拿走的10000块现钞给我，你能净赚60000刀。方法很简单，就是用卡片换地中海的悍马，一手交卡一手交车。至于10000块的现钞，就当是麦克的酬劳了。棒球卡失而复得，地中海开心的像个200斤的孩子，失去悍马似乎并没有感到心疼。纳乔开着车嘚瑟地离开。此时地中海再次接到警察电话，回到吉米这边，这段时间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养老院案件上。今天下午律所召开会议，等人员到齐后，助理拿着一个塑料盒走进会议室，开始没收大家的手机、钥匙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吉米知道是哥哥查克来了，他心里隐隐不安，喝了口水压压惊。虽然查克强调只是来旁听，让大家把他当空气就行，可他的出现确实给吉米造成不小的影响，就连说话都不利索了。好在金就坐在旁边，在他的鼓励下，吉米重燃自信。会议结束后，吉米问查克今天来干什么，得到的回答竟让他无言以对。查克表示，我的名字就刻在这座楼上。就在这时，老麦克打来电话，问吉米现在做事是不是没有底线，如果是，现在我手头上有一个活很适合你。就这样，吉米成了地中海的辩护律师。两人来到警局接受警察问话，地中海称自己请的私家侦探已经帮他找回棒球卡，案子可以结了。可警察想知道细节，例如从哪里找到的，偷卡片的人是谁。地中海解释半天也没能打消警察的疑虑，担心他说多错多，吉米赶紧把他支开。之后吉米直接告诉警察，我知道你们在地中海家沙发后面发现了暗格，怀疑他干坏事可以理解，但事实上他真没干违法的事儿。可警察不是好糊弄的，反问他既然没做亏心事，干嘛紧张的冒汗。为了完美回答这个问题，吉米再次展现编故事的超强能力，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告诉警察，地中海和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有钱人签订协议，拍摄一些艺术小视频给对方，以此获得报酬。搞艺术的人脑回路都很奇葩，最近两人意见不合，有钱人一气之下偷了地中海家，不过现在已经和好，有钱人又把东西还了回去。听到这儿，警察非常好奇小视频里面是什么。吉米认真表示绝对不是小黄片，并且随口编了个词蹲派，小视频拍的就是这个。两个警察一脸懵逼，这是什么鬼。吉米连忙解释道，就是一个大男人蹲在派上面来回扭动，要是边哭边扭会更带劲儿。警察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外面的地中海，真是人不可貌相，竟然有如此奇葩的癖好。两个警察就这么被吉米成功带偏，做戏做全套。离开警局后，吉米决定带地中海真的拍一个蹲派小视频。当晚吉米带着好几盒派来到金的家，显然这些派都是帮地中海拍视频多出来的道具。两人一边吃派一边听吉米讲述如何替地中海脱罪的。当金得知吉米真的拍了小视频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在他看来这是伪造证据，是违反律师职业操守的。可吉米却认为金在钻牛角尖，况且这只是一次无偿服务，单纯是帮朋友的忙。金一听感到更不好了，帮助朋友没有错，但冒着丢饭碗的风险是他无法理解的。金一脸严肃地对吉米说道，希望你以后别再这样做了。吉米答应得很小声，
我们知道吉米的性格注定他不会成为像金一样循规蹈矩的律师，他骨子里是风流吉米，是风骚律师索尔。从这件事上可以明显看出，金和吉米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存在很大分歧，不知两人的感情会不会因此受到巨大考验呢？而查克得知吉米被戴维斯梅因律所雇佣后，又会不会想方设法从中作梗呢？想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别忘了关注后面的精彩内容哦。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风骚律师》第二季的第三和第四集。前面说到，吉米最终还是选择加入戴维斯梅因律所，继续跟进养老院的案子。但在律师职业原则问题上，金和吉米发生了分歧，这或许会成为两人感情的最大阻碍。接下来吉米又会遇到哪些问题？面对亲哥哥查克的发难，他又将如何接招呢？好了，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吉米化身牛仔来到德州，买通大巴车司机，假装汽车抛锚停了下来。司机表示吉米只有5分钟时间，车上坐着的是集体外出吃饭的老人，他们都是养老院分院里的客户。吉米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简单明了，让老人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顺利拿到20几封委托书。真该庆幸吉米只是个律师，而不是卖保健品的。在 HHM 与戴维斯梅因两大律所联合会议上，老板梅因对吉米的表现赞赏有加。过去这段时间，已经有200位老人在委托书上签字，霍华德也忍不住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吉米很有信心在月底之前再拉200人。就在这时，查克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吉米虽然拉来不少客户，但无法排除教唆老人集体控告的嫌疑，这也是被对方律师看出来就不好办了。对此，吉米表示自己没有套路老人，都是他们主动找自己的。老人们没事儿喜欢聚在一起唠嗑，一件事儿迅速传开很正常。由于梅因解释了吉米的解释，查克便不好再多说些什么。因为上次拍小视频伪造证据的事儿，金有点怀疑吉米的说辞，于是吉米顺势提出以后不与客户直接接触，改用其他方式争取老人们的支持，这样就不会引人怀疑了。会议结束后，吉米回到办公室和助理查看律师函回复情况。他们向七奥杜在其他州的养老院发放了数百封律师函，结果回复寥寥无几，有的地方甚至是零，这显然很不正常。吉米找到梅因，表示发出去的律师函很可能被养老院工作人员拦截，根本没有送到老人们的手中。吉米想起诉这些人，不过梅因并不赞同，因为取证很难，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当务之急还是把重点放在寻找更多委托人上。既然主动发律师函已经行不通，那就只能另辟蹊径了。好在吉米早就想了办法，在老人看电视的黄金时间投放广告。梅因急着出门，表示可以试试。吉米做事效率一极高，当天晚上就让小助理把广告成品做出来了，可惜效果一言难尽，只有字幕旁白和闪着波浪纹的背景，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吉米认为这个广告太垃圾，根本无法引起老人们的注意，搞不好还会让人反感。于是吉米又找到上次帮自己拍高空救人的那两个学生，三人来到之前找吉米写遗嘱的老太太家，吉米当导演，老太太负责演。广告拍得很成功，吉米很满意，事后他还和金分享了，就连金都大赞广告片拍得很专业。得到认可后，吉米赶紧打电话联络电视台。广告投放后，吉米能做的只有静静等待，一分一秒都度日如年。就这样等了10几分钟，就在吉米心态快要崩的时候，办公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没错，吉米做到了。晚上他和金在家里看电影，就在这时梅因打来电话，两人都以为对方是来夸奖的，不料梅因震怒，因为吉米没有提前把广告片交给他和律所合伙人审核，就私自发给电视台。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在梅因看来就是越权。即便吉米表示广告片效果很好，仅仅花了700刀就得到103位老人的支持，可梅因怒火中烧，完全不听吉米的解释。不想金担心，吉米假装没事挂断电话。老麦克这边，他来看望史黛西与孙女，还买了个玩具猪送给孙女。
麦克将母女俩下个月的生活费放在桌上，史黛西看起来十分憔悴。她告诉麦克，最近晚上总能听到枪声，报警后警察过来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可这让她更害怕了，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担心他们的安全，麦克提议晚上留在这儿，睡客厅沙发就行，结果被史黛西拒绝。晚上麦克没有离开，而是坐在车上密切关注着四周的动静，他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作妖。都等饿了也没有任何发现，不知过了多久，附近出现一辆可疑车辆，紧接着传来啪啪声，麦克下意识掏出手枪。等那辆车靠近后，他才看清楚是送报纸的，啪啪声自然不是什么枪声，而是报纸扔到地上发出的声音。原来搞了半天是虚惊一场啊。不过麦克并没有完全放松戒备，他在门口一直蹲守到天亮，依旧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熬夜一晚上，麦克拖着沉重的双眼皮来到工作岗位上，没等他凳子坐热，史黛西便打来电话，整个人非常惊慌。麦克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立刻开车来到史黛西的住处。原来史黛西发现墙角有一处新的缺口，怀疑是子弹留下的痕迹。他信誓旦旦地说，昨晚又听到枪声了，肯定是那时候被击中的。麦克知道史黛西听到的只是报纸声，不过他没有直接说出实情，怕史黛西承受不住会崩溃。看得出来，失去丈夫的日子里，史黛西心理压力很大。麦克本想告诉他是在做梦，可史黛西表示自己压根没睡，怎么做梦？麦克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切，最好的办法只有让史黛西和孙女离开这座房子。麦克停车场的工作勉强能维持自己与儿媳母女的生活，想换房子意味着要赚更多的钱，于是麦克带着狗狗再次找到兽医，希望他能给自己接点活。当保镖一天200刀，麦克嫌弃钱少，还有一个是给放高利贷的人当打手催债，麦克更加看不上。见状，兽医表示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想挣大钱也得有那个能力才行啊。最后麦克二选一，接下保镖的活。然而当晚事情出现转机，兽医打电话告诉他，今晚刚接到一个活，报酬不菲，但任务内容不详，重要的是客户指名要你。看在钱的面子上，老麦克连夜找到接头地点，找他的不是别人，正是纳乔。他说自己遇到了搞不定的大麻烦，纳乔想让麦克给他办件事，让一个人消失。办公室里，梅英和其他两位合伙人正在欣赏吉米拍的广告，不高兴全写在脸上。吉米表示拍广告才花了600多刀，在电视上投放一次的费用也才700刀，性价比高得不要不要的。我本来打算实验一次就立马告诉你们，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然而三位老板根本不管效果好不好，他们只抓住一点不放，那就是吉米不该自作主张。果然天下的老板都喜欢听话的下属，恰恰吉米是个不守规矩的人。美英痛斥吉米不懂团队合作，这破坏了律所这些年建立起来的形象。美英警告他，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那就卷铺盖走人，并且以后他在公司的行为都将受到监管，意思就是没有任何决定权。倒霉的不止吉米，金也受到牵连，他因看过广告片却没向霍华德汇报被约谈，查克也在场，不过这次他全程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晚上金到 HHM 道歉，作为惩罚，金被霍华德贬到资料室做文件复审工作，这种活儿一般都是交给新手干的，吉米替金打抱不平，霍华德怎么能因为他的错误惩罚金呢？得找他好好理论理论才行。听到这儿，金严肃地对吉米说道，别再添乱了，你要是敢去找霍华德，咱俩就彻底玩完，我不能丢掉这份工作，现在很忙，没事就不送了。无奈吉米只好满怀愧疚离开。转头他来到查克住处，在他看来，金受惩处一定是哥哥从中作梗，气呼呼地打算直接进去，可最后一刻还是折返回来，乖乖把手机放在门口的信箱里。进入黑黝黝的房间，吉米本想指责查克，不料对方又发病了，披着太空毯蜷缩在沙发上，吉米只好暂时抛开一切把他照顾好。守了一夜，查克醒来后恢复得差不多，这时吉米才说起正事，指责查克不该惩罚金。他并不知道广告没被美英审核过，
然而这回吉米确实误会查克了，惩罚金是霍华德做出的人事管理决定，可不管查克怎么解释，吉米就是不相信，认为这是他为了逼自己退出律师行业使出来的手段。兄弟俩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闹得不欢而散。天亮后，纳乔带麦克来到马路边，对面是一家餐厅，每周二纳乔和图库都会在这里和其他毒贩做交易。纳乔想到的杀人方案就是趁周二这天找机会下手，一次只有一名毒贩进去，结束后再到第二个，以此类推，而毒贩的车就停在图库车旁，等最后一名毒贩交易完成，麦克将车停到图库车旁，等他数完钱坐车准备离开时，麦克将其一枪爆头，然后开车跑路。所有人都会以为是其中某个毒贩和图库谈崩了下的毒手。纳乔的计划看似完美，却经不起推敲，老江湖麦克分分钟就能找出好几个破绽，比如光天化日杀人，大马路上到处都是目击者，万一别的汽车停在后面把我逃跑路线堵死怎么办。麦克问纳乔是不是下定决心要杀图库，杀死同伙可就没有回头路了。纳乔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扒拉出肩膀上的一处旧伤，他告诉麦克，自从图库有毒瘾后，人就变得喜怒无常，十分暴躁。有一次图库吸毒上头，竟开枪爆了一个联络员的头，他的一块头骨碎片瞬间钻进我的身体，直到现在都还没取出来。想起之前麦克警告他的话，纳乔知道自己和图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旦图库发现他在偷偷倒卖药品，必死无疑，干脆先下手为强。看到纳乔的决定后，麦克决定行动，他指着不远处的断墙说道，可以躲在后面利用狙击枪杀人，但事成后你得给我$50,000当报酬。纳乔果断答应。晚上麦克找到枪贩子，准备买一把趁手的狙击枪，但试了好几把手感都差点意思，麦克擦掉枪上的指纹改变了主意，他不打算用枪，放弃了杀死图库的念头，不好意思让枪贩子白跑一趟，麦克想给他一点小费意思意思，然而对方拒绝了他的好意，表示自己专做回头客生意，这次生意不成还可以下次，不管是擦指纹还是给小费，都说明麦克是个胆大心细的人。第二天麦克和纳乔碰头，告诉他不会去杀图库，并且指出这样做治标不治本，一旦图库被人杀死，贩毒集团和萨拉曼卡家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最后窟窿只会越捅越大。麦克表示图库并不是非死不可，只要他走就行了。纳乔一脸问号，这要怎么做呀？而麦克似乎已经想出对策，让纳乔等着看吧。转眼又到了周二，纳乔和图库在餐厅里和一个毒贩交易，毒室里又以熟悉身影出现了，竟是疯狂小巴。面对图库的死亡凝视，疯狂小巴一动不敢动，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果然在大毒枭面前，小毒贩都显得无辜弱小起来了呢。此时麦克就在马路对面观察，见餐厅里的交易结束，他假扮成路人报警，谎称餐厅附近有黑帮在闹事儿，之后开车故意撞了下图库停在门口的车，紧接着若无其事走进餐厅点餐。图库显然忍不了，上前找他理论，而麦克全程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别冤枉我的样子，买完东西就要走，图库连忙追过去让他赔钱，麦克表示可以走保险，总之要钱我没有。这一招成功激怒了图库，指着憋在腰上的手枪恐吓麦克赶紧交出钱包，谁知麦克依旧装傻充愣，纳乔在一旁全程看戏，偶尔配合表演，最后麦克还是交出钱包，这让图库十分得意。就在这时附近传来警笛声，纳乔继续扮演小弟角色，提醒图库赶紧闪人，说完上了自己的车走人。图库还想教育麦克几句，不料麦克死死抓住他，这下想跑都跑不掉了，两人缠斗在一起。毕竟图库是个力量型选手，平时可没少练拳击，这让麦克吃了血亏。为了打造成受害者人设，麦克全程打不还手，很快就鼻青脸肿。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警察终于赶到，大笑着给了麦克最后一记重拳。当纳乔再次见到他时，差点没认出来。麦克说，警察亲眼目睹图库犯下重罪，口袋里还有我的钱包，再加上身上携带枪支，数罪并罚，少说也要在牢里蹲个5到10年。听完结果，纳乔将25,000酬劳交给麦克，因为图库没死，酬劳减半。
纳乔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杀死图库，而是大费周章让他坐牢，难道不怕图库出狱后实施报复吗？麦克没有给出回答，而是转身离开。其实麦克这么做，不管是对纳乔还是对自己和家人来说，都是最稳妥的了。在本期故事里，吉米因擅自投放广告被领导责骂，好不容易有起色的事业又遇冷，甚至还连累到了金。不知接下来他们又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和机遇呢？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风骚律师》第二季的第五和第六集。上回说到，纳乔雇佣麦克杀死图库，担心把事情闹大，最后老麦克以一场代价极高的碰瓷将图库送进监狱，等待他的将是5到10年的牢狱生活。吉米这边，梅因以及其他律所合伙人很生气，因为他擅作主张将未经审核的广告片投放到电视上。作为惩罚，吉米以后在工作上的一言一行都将受到监管，而金也因知情不报受到牵连，被霍华德贬职，做着低阶律师才做的文件复审工作。好了，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吉米在查克的帮助下，在 HHM 收发室找到一份工作。工作第一周结束后，他到查克家做客，这是吉米第一次见到查克的妻子，也是兄弟二人时隔10年之后的首次聚会。大嫂丽贝卡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气质优雅。在吉米来之前，查克特意给丽贝卡打了个预防针，说他这个弟弟不好相处，到时候要是尬聊不下去就摸摸耳垂，他会以有工作要做为由把吉米打发走。很快吉米提着一箱啤酒赶到饭桌上，他和二人分享自己过去一周在律所的见闻，然而说完后瞬间冷场了。不过这对于气氛王吉米来说不算什么，于是说起了几个讽刺律师的冷笑话，没想到全都说到大嫂的笑点上了，越听越起劲。吉米哄人的本事与生俱来，难怪喜欢他的人那么多。查克尴尬地坐在一旁，完全沦为小透明，不停摸耳垂提醒丽贝卡结束尬聊，不料丽贝卡根本没看见。睡觉前聊起吉米，丽贝卡认为他挺好的，认为查克想多了。虽然查克心里不痛快，但嘴上也不好说什么。他甚至效仿吉米，也给丽贝卡讲了个律师的冷笑话，结果冷到房间里都不需要开空调了。吉米这边，律所为了约束他的行为，专为配备小跟班艾琳，一个刚到律所2年的女律师。艾琳十分尽责，做事一板一眼，就连怎么扔垃圾都要管，搞得吉米一个头两个大，最后只好偷溜出去，开车来到 HHM。 此时金还在资料室熬夜苦战，吉米告诉他有办法让一切回到正轨，然后将一沓资料放到桌上。金打开一看非常惊讶，因为吉米要他起诉 HHM， 既然在律所受到不公正待遇，就可以根据劳动法提起诉讼。金从里到外都是拒绝的，他不可能起诉自己的公司，就算打赢了官司，以后还有哪家律所敢用他，完全是杀敌1000自损800。吉米想是这么个道理，于是告诉金，我会推出戴维斯梅因律所，以免影响你的前途。金对吉米的疑惑发言很是不解，见状他赶紧解释，你之所以被打压，就是查克逼我辞职的手段，只要我不当律师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金表示很无语，一脸严肃地劝告吉米做好本职工作，他自己会想办法摆脱困境。老麦克这边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打工人的精神一点没丢，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已经让史黛西母女住进酒店，环境不错，还有个游泳池。电话里史黛西让老麦克有时间来看看凯莉，孙女想你了。老麦克也想啊，可这副模样实在不适合，于是谎称出了车祸，暂时不宜出门。吉米和艾琳要到法院办事儿，路过停车场时见到了麦克，吉米忍不住调侃起他，还让艾琳和他打招呼。见麦克没有好脸色，吉米立刻识趣地离开。来到法院，吉米告诉工作人员想约个听证会的时间，为方便行事，他像往常一样带来毛绒玩具，想讨工作人员的欢心。谁知一根筋的艾琳死活不同意，认为这是贿赂，是红线行为。本来这周四就能搞定的事情，结果工作人员一个不高兴，直接推到下个月。遇到这样的猪队友，吉米也很无奈了。
另一边，金开始努力自救，每天除了复查文件任务，他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打电话，把能联系到的人都联系了一遍，想方设法替律所挖到更多的潜在客户。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打了数不清的电话后，金的努力终于得来了回报，一家大银行有意向和 HHM 合作，这让金高兴的手舞足蹈。霍华德也十分重视，银行总裁到 HHM 这一天，霍华德亲自迎接，毕竟是金拉来的客户，所以他也在场。双方谈得很顺利，霍华德成功拿下这个能为律所带来$250,000收益的项目。金以为这次可以官复原职，岂料空欢喜一场，霍华德根本没这个意思，依旧让他复查文件。当晚，霍华德捧着一箱酒来到查克家庆祝，并将银行资料交到查克手上，希望由他主导这个大案子。起初，查克以为是霍华德自己谈下来的，当得知是金拉来的客户后，有些惊讶。不过霍华德告诉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取消对金的惩处。为了更高效地展开工作，每天晚上查克会开车到 HHM 通宵工作到第二天早上9点，这段时间公司里没人没电话，没有电磁干扰，方便他人也方便自己。查克借着煤油灯的光开始处理文件，见窗外月光皎洁，索性连煤油灯都不要了。就在这时，隔壁房间突然亮灯，大晚上怎么还有人？查克过去查看，发现竟是金，以为他天还没亮就来工作，结果人家是加班到现在。看到查克，金也很意外，查克让他去倒两杯咖啡，想和他聊一聊。没等查克先开口，金问他，我在这家律所还有前途吗？查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起他和吉米父亲的故事。他们的父亲是典型的老好人，开着一家小店，当时查克已经在念大学，吉米还小，时常到店里帮忙，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小店资金出现问题，最后不得已关门大吉。大学毕业后，查克曾整理过小店的账目，发现有14000块钱的亏空，都是吉米时不时从收银机里偷走的，直到死也不相信钱是吉米偷的，要是有这笔钱，或许小店就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了。查克向金坦言，吉米本性不坏，只是控制不住自己，每次闯祸都要别人替他收拾烂摊子。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查克终于回到正题，表示会和霍华德好好谈谈，银行这个大客户拉得好，让你复审文件也太大材小用了。这天早上，麦克在经常光顾的那家餐馆吃早饭，不久一个戴帽子的老大爷出现了，没错，又是一位老熟人。此时的赫克托·萨拉卡曼还没有瘫痪，他是图库的叔叔。赫克托替图库向麦克道歉，希望他向警察改口，就说手枪是他自己的，在争执过程中被图库抢走的，这样图库就能减刑，说不定几个月就能出狱。麦克表示，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听你的？然而赫克托早就摸清麦克的底细，知道他以前当过警察，就算承认枪是自己的，也不会有什么大麻烦。说完扔给麦克5000块钱，让他好好考虑考虑。晚上，吉米躺在律所分配他的公寓里辗转难眠，本想看看电视等待困意来袭，结果看了律所重新拍的无聊广告片更加睡不着。吉米百无聊赖，大半夜在家玩游戏，实在憋不住打包行李回到美甲店的蜗居，真是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啊，熟悉的味道让吉米很快安然入睡。第二天，金穿戴整齐准备上班，每天早上吉米都会在电话里高歌一曲，可今天眼看时间已经到了，电话却毫无动静。就在金快要出门时，电话终于响起，金打开提示音，里面开始回荡吉米魔鬼般的歌声，听完整首歌的一定是真爱了。金欣赏完后，嘴角不自觉露出笑意，今天他终于重返原来的岗位，不用再做文件复审的活儿。显然是查克对霍华德说了什么。银行总裁和助手佩奇来访，霍华德带着金赶紧前往会议室，一路上板着臭脸，金连忙解释自己并没有让查克求情。不管他怎么解释，霍华德始终一言不发，直到来到会议室门口，霍华德才一秒钟变脸，露出标准的职业假笑。麦克这边，他脸上的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这天上完夜班回家时，看到一个小辫子男人坐在自家门口，看样貌绝非善类。
确实如此，他是赫克托的小弟，来问麦克考虑的怎么样了。麦克表示拒绝。听到这个回答后，小辫子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但麦克知道对方是在先礼后兵啊，看来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脱身了。回家后，麦克将新买的垫子放在门口。法庭上，金正在和养老院请来的律师唇枪舌战，对方律师要求查看养老院这些老人们的医疗记录，确保他们没有精神疾病，否则是不能进行集体诉讼的。金表示医疗记录里有老人们的隐私，不方便公开。双方势均力敌，不过这种情况法院大概率会通过对方律师的提议，这也是霍华德让金一个人来出庭的原因。结局基本是输，只是走走过场。不过金的表现还是成功引起了大律师李奇的注意。下了法庭后，李奇邀请金一起吃晚饭。饭桌上，李奇告诉他，其实从贝西夫妇贪污案开始，他就已经注意到金。李奇说，金身上不服输的干劲很像年轻时候的自己，当年还是新人时遇到一个大案子，他不惜代价想赢下辩论，可是同事们都没有到场，官司打输后他便离开了那家律所。说完，李奇主动向金伸出橄榄枝，希望养老院案子结束后，他可以跳槽到自己的律所，并且是以合伙人的身份。一直以来，金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努力工作，两年后成功入股 HHM。 李奇开出的条件无疑是很诱惑的，这也让金有所动摇。不过李奇并没有让他立刻做出答复，而是给他时间好好考虑，想通了随时安排金和其他合伙人见面。老麦克晚上回到家，掀开门口的垫子，发现下面的白纸上出现了两对脚印，紧接着摸了摸门锁，发现锁眼处有划痕，显然有两个人进了屋。麦克立即惊觉起来，掏出手枪进入房间，在屋子里检查一番，没有任何发现，最后锁定一间卧室。麦克故意打开电视想引蛇出洞，躲在房间里的两个杀手果然中招，刚推开门连脸都没看清，就被麦克以一敌二轻松撂倒。果然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开灯后才看清其中一个人的脸，正是白天来过的小辫子。麦克没有痛下杀手，而是让他们立马滚蛋。清理刀柄上的血迹时，麦克的手竟然不自觉抖动起来，或许潜意识里他感到害怕了，倒不是怕死，而是怕家人受到牵连。不管他有没有杀死那两个杀手，得罪赫克托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罢了。麦克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这天他来到酒店看望孙女时，赫然发现酒店隔壁的楼顶上站着两个光头男人，又是熟面孔，他们正是赫克托的侄子。两人一动不动站在上面，眼睛却盯着酒店这边。其中一人用手比成手枪，对准了游泳池里的凯莉。老麦克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对方已经盯上他的家人，触及底线令老麦克气得牙痒痒，赶紧把凯莉从泳池里叫上来。披上毛巾后，麦克用身体死死护住他，生怕孙女儿受到半点伤害。赫克托这一招果然够狠。当晚麦克来到赫克托的地盘，一家甜品店，为了保护家人，他只能改变主意。进屋后，纳乔搜了麦克的身，当然两人全程假装不认识。赫克托把麦克安排得明明白白，让他明天早上就去找警察，就说枪是你自己的，要是警察问怎么过了这么久才说，你就说忘了。麦克表示可以，前提是补偿费从5000涨到5万。起初赫克托不吃这一套，因为他有筹码，要是麦克不答应，就让光头兄弟杀光你全家。可他不知道麦克也不是吃素的，当即表示大不了鱼死网破。或许是欣赏老麦克的胆量，当晚赫克托就让纳乔给他送去5万现金。麦克从里面抽出25000还给纳乔，因为处理图库这件事他没办好，纳乔很可能也会有麻烦，所以这钱不能收。见麦克这么有原则，纳乔便把钱收下了。金这边，他在办公室里思考要不要辞职，这时同事搬来一堆养老院的资料，让金尽快处理好。金想要先去吃饭，对方却说可以帮他点外卖，不带这么把人当牛马使吧。金不满被压榨，头也不回离开律所，来到之前和李奇吃饭的餐厅喝上了一杯。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给李奇打电话约见其他合伙人时，服务员走过来说旁边的西装男想请他喝一杯。
金一看这货刚才不还在餐厅门口和别的妹子吻别吗？没想到是个渣男。金假装答应了他。渣男见金被自己哄得开心，以为马上就能有一波福利，殊不知马甲早就掉了。金告诉渣男自己的假名字后，又电话联系吉米，说自己钓到一条大鱼。听到这儿，吉米哪还管什么工作，一溜烟跑到餐厅。在渣男面前，两人变成正在创业的兄妹，创办了一个社交网站，还差一个投资人就能顺利上市。在吉米的欲擒故纵之下，渣男当然被套路了。第二天，金看着手里价值10000的支票，显然是昨天在餐厅里的战利品。金把支票贴在镜子上留作纪念。随后金把李琦要挖走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吉米，吉米替他感到高兴。开车上班时，吉米总是忘记杯架尺寸不合适的问题。以前虽然生气，但从未想过做些什么。这次他干脆撬开杯架，把杯子放了进去，心里一下子舒坦多了。杯子与杯架的不匹配，似乎也在预示着吉米与戴维斯梅因律所之间的关系。东西不是越贵越好，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工作也一样，面对不如意的工作氛围，不知接下来吉米会做出哪些突破呢？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风骚律师》第二季的第7和第8集。上回说到，老麦克凭借一己之力将图库送进大牢后，不料情况渐渐失控。赫克托为给侄子减刑，利用家人安全威胁麦克，无奈之下老麦克只好答应。另一边，金虽然为 HHM 争取到银行大客户，却依旧没有摆脱困境。大律师李奇趁机伸出橄榄枝，想把金挖到自己的律所，而吉米也因广告一事在戴维斯梅因律所失去自由，这显然不是他要的结果。好了，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时间回到吉米小时候，父亲让他打扫小店，他却躲在书架后面看起花花公子，没想到小小年纪就这么风流了。这时一个男人走进店里，开始向父亲讲故事，大概意思就是他今天一天过得很惨，希望父亲能借他5美元打车回家。父亲是个老好人，二话不说就准备拿钱。这时吉米把父亲叫到一边，说这个男人是骗子，可父亲同情心泛滥，最后还是给了对方10美元。听说男人汽车抛锚，还专门去仓库找火花塞，希望能解决男人的问题。父亲找东西的时候，男人竟掏出钱包买了一盒烟，里面鼓鼓囊囊，坐实了这个男人就是个大骗子。临走前，骗子告诉吉米，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要么是狼，要么是羊，关键是你想成为哪一个。父亲拿着火花塞出来，见男人离开，连忙追上去。吉米很无奈，他从收银机里拿走刚才骗子买烟的钱，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被骗了。吉米不想成为像父亲这样的小绵羊。回到现在，麦克和吉米一起找到地检。吉米告诉检察官，枪不是图库的，至于是谁的，那就不知道了，说不定是从小鸟嘴里掉下来的。吉米一顿瞎编乱造，总之枪不是图库的。事情总算得到解决。等电梯时，吉米告诉麦克，自己曾和图库打过交道，绝对是个狠人，所以突然改口供保命也是能理解的。麦克表示不想说话，把吉米推出电梯，让他坐下一班。之后吉米给金打了一个电话，从两人谈话中听出金已经决定离开 HHM， 不过还没有写辞职报告，打算下周拿到李奇那边的 offer 再说。见金有了转机，吉米自己也闲不住了，他决定炒梅因鱿鱼，重新做回原来的个体律师。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小助手帮忙起草辞职信。小助手好心提醒吉米，如果一年内辞职，他将失去基奥杜养老院一案带来的高额奖金。吉米翻看之前和律所签订的合同，还真有这事儿，看来当初大意了呀。大丈夫能屈能伸，吉米光速变脸，撕掉已经写好一半的辞职信，交代小助手就当刚才失忆了。下班后，吉米一路上都在想着既能离职又能拿到奖金的办法。路边随风乱舞的充气人给了他灵感，接下来的日子里，吉米开始彻底放飞，买了一堆骚气的西装，几乎把彩虹色收集了一遍，保证一周不重样。为激怒大老板梅因，吉米甚至在见殡仪馆委托人时特意穿得跟红包似的，搞得梅因一脸懵。
不过这种力度还不够，吉米在作妖的路上越走越远，故意在茶水间榨果汁制造噪音，把果汁溅了同事一身。蹲完大后后不冲，美名其曰是在节约用水，差点把梅英气死。吉米趁热打铁，从二手店淘了一把苏格兰风琴，杀伤力堪比唢呐，在办公室里肆无忌惮吹起来，称是解压。终于吉米目标达成，梅英忍无可忍，把他喊到办公室，表示你已经被开除。他知道吉米作妖就是想让自己炒掉他，这样就不影响拿奖金了。让梅英扎心的是，律所一直对吉米都还不错，想要什么都会尽量满足，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走。吉米也实话相告，自己真的已经很努力在适应律所的一切，可惜还是做不到。就好比茶杯与茶架的关系，都挺好，就是不匹配。最后吉米花了$7,000把心爱的黄檀木办公桌带走，也是他从戴维斯梅因律所带走的唯一物件。吉米找到金，告诉他自己已经成功离职，吉米想邀请金成为合伙人，一起发展新事业。说完拿出最近才设计出来的新名片，吉米连律所名字都想好了，是以两个人名字的首字母命名的。面对吉米的邀请，金问他，你以后还会干出格的事吗？起初吉米表示再也不会，可看了看手上的戒指，他又改口说出真心想法，如果我不能做自己，那这还有什么意义呢？两人行事风格截然不同，金心里清楚，他和吉米可以相亲相爱，但绝不可能共事。金拒绝了吉米的邀请，表示虽然我不能成为你的合伙人，可我早就是你的人了呀。这波狗粮真让人猝不及防。老麦克这边，儿媳和孙女一直住酒店也不是办法，更何况赫克托已经盯上那里。好在儿媳已经物色好一处公寓，除了有点贵，挑不出其他毛病。麦克让儿媳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只要喜欢尽管买，钱的事儿他会想办法。听他这么一说，儿媳立刻笑开了花，可钱不好挣啊。老麦克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晚上他开车来到赫克托的甜品店，既然你们已经盯上我的家人，那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是时候还击了，最好还能从你们身上薅点买房钱。金顺利通过了里奇律所的面试，其他合伙人对他的表现都很满意，不出意外他很快就能入职。离开时金没有回家，而是来到天台抽起一根烟，他在思考要不要按照原先的计划继续走下去。虽然摆脱了霍华德，可里奇本质上和霍华德并无区别，两个人都是老板，而他始终是个听命行事的打工人，就算老板换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想到这儿，金改变主意，他来美甲店找吉米，此时吉米正和那两个御用摄影从办公室走出来，看来他又在想什么不按套路出牌的鬼点子了。见金出现在面前，吉米赶紧把两个人打发走。金告诉吉米自己已经被里奇的律所录取，但他决定放弃，想做自己的老板。虽然两人不能成为合伙人，但金想到一个更好的建议，他们可以一起租一间大办公室，同一屋檐下各自经营自己的律所，物业费水电费平摊，人为独立的个体律师，不插手对方的业务，但从此不再孤军奋战。吉米欣然接受了金的提议。美墨边境警察正对来往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其中就包括大胡子的甜品冷藏车。一阵仔细检查，警察并没有发现异样，便放了行。来到荒原，大胡子停下车，朝着远处走去，来到一块石头这里，从下面拿出一把手枪。晚上吉米劝说金赶紧写好辞职信，连夜放到霍华德办公室，趁他明天去打高尔夫球，你就可以把银行大客户争取过来。然而金并没有采纳吉米的意见，第二天金带着辞职信找到霍华德，表示要辞职。霍华德并没有很吃惊，原来他早就听到一些小道消息，不过金告诉他自己并不打算入职里奇的律所，而是要自己创业当老板。听到这儿，霍华德反倒很惊讶，甚至有些羡慕，要不是被迫继承家族事业，他早年间也想这么干。不过金和吉米在同一个星期内先后离职，还是引起了霍华德的注意，这其中必然有联系啊。于是金告诉霍华德，他与吉米共用同一个办公室，但是独立职业，互不干涉。
离开时，金在办公室门口听到霍华德吩咐助理的话，让他取消今天和银行总裁的见面计划。看得出来，霍华德十分自信，根本不用担心金会把客户抢走。听到这儿，金立刻飞奔回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同学，让他帮忙约见银行总裁谈业务。金表示，虽然只有他一个人，但一定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定制西装总比批量生产的成衣更适合，只要选了它，一定会得到量身定制的法律服务。不过大总裁也不傻，他反问金，如果我想定制一整个仓库的西装呢？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面对质疑，金依旧信心满满，一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的样子。吉米这边终于找到合适的办公室，不得不说他真的很喜欢黄色呀，黄色的小破车，黄色的杯子。这里以前是个牙医诊所，虽然装修风格看起来不算太时尚，但实用性很强。有一个大厅可以共用，墙壁隔音效果好，房型几乎左右对称，两人工作区域很好划分。总而言之，吉米对这里很满意。见金满怀心事，吉米问他是不是和银行业务谈得不顺利。话音刚落，金突然笑了起来，主动亲吻吉米后，他说自己做到了，就是还没来得及签约。趁着这股高兴劲，两人决定就租下这里了。霍华德得知银行业务被抢，心有不甘，第一时间找到查克，希望他能想想办法。霍华德告诉查克，业务是被金抢走的，他自立门户，并且和吉米走到一起了。霍华德争取到和银行总裁的见面机会，时间就在今天下午。他希望查克传授自己一些知识点，下午好派上用场。没想到查克坚持要亲自去一趟，就连身体也不管了。没什么比打击吉米更有动力了。他还特意嘱托一切如常，灯照常开，手机也别没收。银行总裁没来律所前，查克披着太空毯在房间里焦虑等待着。一听说人到了，毫不犹豫脱下太空毯，像没事人一样走出房间。这得多大的决心呀！在会议室见到银行大总裁后，查克便开始了他的表演。先是对金各种捧杀，然后言语间不忘各种凡尔赛，暗戳戳表明自己是律师界的大神，暗示金虽然很有实力，但和他比起来显然还是嫩了点。更何况金的优秀也全是 HHM 一手栽培出来的，重要的是资历和经验摆在这里，万一金对某些法律不熟，银行很可能为此要打上好几年官司。但是有霍华德在就不怕了，因为他在相关部门有人。查克这番话把大总裁唬得一愣一愣的，一听到可能会打官司，瞬间有点慌。稳妥起见，银行总裁改变主意，把业务再次交回 HHM 手里。送走大客户，查克终于撑不住发病了。此时吉米正带着团队在某个军事基地搞事情，除了他和两名御用摄影师，这次还多了个坐在轮椅上的退伍少校，当然也是群众演员假扮的。老大爷曾是吉米的客户，过来配戏完全是为了还他人情。单纯的空军小哥对退伍少校十分敬重，破例带众人参观战斗机。等小哥一离开，少校离开站起来走到战斗机前，其他人赶紧以战斗机为背景拍摄广告素材。就在这时，吉米接到电话得知查克再次犯病，他告诉助理让查克多喝点热水或者煲点老母鸡汤，交代完便匆匆挂断电话。这时空军小哥带着一波战友赶到，大家都想和退伍少校来张合影留作纪念，好在老大爷及时坐回轮椅，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破绽。结束拍片任务后，吉米找到金，却发现他垂头丧气，这才知道银行跑单，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大单子飞了。吉米从他口中得知，干成这事儿的并不是霍华德，而是查克。这次失败无疑给金当头一棒，他问吉米是不是还要租下新的办公室，这个业务黄了，意味着两人将失去一笔大收入。吉米就像打不死的小强，总是很乐观，他安慰金，你一定还能争取到大 case 的。在吉米的鼓励下，金心里好受了一些，然而知道查克是始作俑者后，吉米心情很复杂。晚上来到查克家，此时他还在昏睡中，吉米打发走生活小助手后，翻看起桌上的银行资料，决定给查克一点教训。他带着部分资料来到复印店，篡改了其中一个重要数字，这技术堪比 PS。
回到查克的住处，吉米将原件保管，把篡改过的复印件放回桌上的资料中。回到麦克这边，晚上他开车来到甜品店外监视，大胡子的冷饮车正在卸货，除此之外什么异样都没有。不料后来赫克托和手下小辫子来了，此时甜品店已经打烊，他们这么晚到这里是做什么呢？随后一行人走进店里，老麦克想通过望远镜观察，由于房间里光线昏暗，实在看不出什么，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一定有见不得人的秘密。离开前，麦克默默记下了赫克托的车牌号，隔天他跟踪赫克托的车来到一个更换轮胎的仓库附近。不久，大胡子那辆冷饮车也开了进去，麦克再次记下车牌号，听着里面传来的电钻声，他明白了一切。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仓库就是赫克托用来藏匿违禁品的地方。第二天，他和孙女儿一起做手工，看似在做浇花用的滴漏管，其实老麦克另有打算。等儿媳接走孙女后，麦克又成了空巢老人，一边看电视一边捣鼓着手上的管子，只见管子上面已经多出很多钉子。老麦克接下来到底要干什么呢？想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继续关注下一期精彩内容哦。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风骚律师》第二季的第九和第十集。前面说到，面对赫克托的威胁，麦克打算给他点教训。另一边，金和吉米决定共用一间办公室，两人独立职业的同时还能互帮互助。但因查克的介入，金好不容易争取到手的银行大单飞了。吉米趁查克发病之际，偷偷篡改银行资料中的重要数字，不知此举能否让局势逆转呢？好了，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大胡子开着冷藏车行驶在边境公路上，看起来心情很不错。他哪里知道，不远处已经有人设好陷阱，等着他自投罗网。虽然设计者戴着头套，但从身形来看是老麦克无疑了。不一会儿，冷藏车压到麦克提前准备好的铁锭软管上，彻底歇菜。大胡子掏出手枪下车查看，可惜没等他搞清状况，麦克的手枪已经抵到他的脑袋上。大胡子被五花大绑扔在地上，眼睛和嘴巴也都被胶带死死封住。紧接着，麦克用电钻切开冷藏车的轮胎，果然有了发现，里面竟藏着白花花的钞票。麦克拿走25万，独自扬长而去。这下给儿媳妇买房子的钱不用愁了。晚些时候，麦克再次来到甜品店附近暗中观察，虽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说些什么，但可以肯定他很生气，显然与丢失的这笔钱有关。看到赫克托不高兴，老麦克这一下放心了，转头就跑到酒吧庆祝，高兴的今晚要给全场买单。老麦克之所以打劫大胡子，一方面是想拿点买房钱，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人发现被绑的大胡子后报警，那么警察就能一步步深入调查，直至查到赫克托这个老狐狸头上。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事情发生已经好几天，可电视报纸上并没有刊登任何相关的新闻。就在麦克疑惑时，纳乔打来电话，要和他见面聊聊。虽然赫克托并不知道这件事儿是谁干的，但纳乔从手法上猜出是麦克，换作其他人肯定会拿钱杀人，不会留下活口。纳乔告诉麦克，现在赫克托正在逼问大胡子，要是他认出你来，对我俩都不好。麦克并不想伤及无辜，一再强调大胡子都没有看到他的脸，就连声音都没听到。纳乔这才放心。转身要走时，麦克问他这件事儿为什么没有上新闻。听到这儿，纳乔这才后知后觉，意识到麦克的目的不光是钱，还想让警察盯上赫克托，如此一来他自己也会受到牵连。纳乔意识到被麦克坑了，连忙想掏出藏在腰间的枪。麦克劝他别冲动，想了想确实不是对手，纳乔只好放弃。这时他终于说出了实情，确实有好心人发现了大胡子，他只是帮大胡子松绑，并没有报警。之后大胡子联系我和赫克托，抵达现场后，赫克托担心节外生枝，直接把好心人杀了。尸体埋在黄沙下面，现场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所以警察永远也不会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呀，老麦克终究还是祸及他人了。
另一边，为了表示诚意，查克决定和霍华德一起出席银行扩张申请的听证会。虽然只是走走形式，但查克依旧坚持，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电磁过敏症。两人前脚刚走，吉米就悄咪咪溜进查克的家中。听证会上一切进行得相当顺利，查克一副胜券在握的架势，毕竟他已经做好十足准备，申请资料也写得相当详细。然而意外总是来得毫无征兆，就在听证会即将结束时，银监会这边发现一个问题，查克写的正式申请资料和之前提交的意向申请资料中分行地址出现分歧。查克写的是1216，意向书上写的是1261，那么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一字之差，区别可就大了去了。查克坚信自己拿到的银行资料里写的就是1216，提前之前还反复核对检查了一遍。此时银行总裁发话，1261才是正确的。没办法，查克提议休会，他马上把资料改过来。银监会这边同意了，但听证会到此结束，想要继续烦请等到6周后。因为考察新地址还需要时间，即便查克拉下脸请求银监会能给个临时许可证，好让银行能先开工，但被银监会无情拒绝。银行这边等着开业，哪里能等这么长时间啊？回到家，查克立刻检查银行资料，可他早上一出门，吉米就已经偷偷把原件替换回去，现在口说无凭，根本找不到证据。然而查克坚称不是自己老眼昏花，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突然查克意识到病发那晚吉米来过，猜出这件事一定与他有关。吉米和金正在重新粉刷办公室，此时银行那边打来电话，希望重新把业务交给他，这让金惊喜不已。吉米踹着明白装糊涂，故意问他 HHM 是怎么回事。金只知道他们的申请没有通过审核。没过多久，金又收到查克生活助理的电话，让他去拿银行资料，吉米顺便陪金一起。尴尬的是，吉米开门时竟发现查克换了锁，摆明是在防备他。查克当着金的面试图拆穿吉米真面目，表示一切都是他在背后捣鬼。当律师这么多年，查克从没像今天这样受辱过，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吉米的错。虽然没有证据，但他准确详细地说出了吉米篡改资料全过程。之所以敢这么肯定，是因为吉米不是初犯，早在高中上学时他就伪造身份信息，日进斗金，让周围的朋友们不缺啤酒喝。虽然金心里清楚，但还是和吉米站在一边。他问查克有证据吗？如果没有，你就是在陷害自己亲弟弟。我知道吉米毛病不少，做事喜欢走捷径，可都是你逼他这样的。他崇拜你，照顾你，渴望得到你的认可与支持，而你只知道对他指手画脚，不愿看到他成功。金一番话让查克无言以对。回到车上，吉米还在为金刚才的言论感动不已，不料金的小拳拳猛捶了他胸口3下，这证实金知道事情真相。不过看到查克对吉米的态度，他也很心疼。第二天，吉米带着摄影师来到学校，这回还多了个女化妆师。他想以国旗为背景拍下自己英姿飒爽的镜头，两个女老师想感人，结果不敌吉米满嘴跑火车的功力。不会骗人的律师不是好导演啊。当晚金提醒吉米做戏做全套，查克是很聪明的人，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任何漏洞。金的担心一点没错，查克果然找到那家复印店，幸好吉米提前贿赂了店员，查克才没有问出实情。复印店里电器众多，加上查克急火攻心，以至于旧病复发，他一头栽倒在地上，脑袋还狠狠撞到了桌面。躲在外面的吉米见状担心不已，但他不能露面，只希望店员赶紧拨打911。时间回到过去，吉米和查克坐在母亲病床前，3天来兄弟俩都没吃什么东西，吉米忍不住了，要去外面买点吃的东西回来。吉米刚走，查克便露出脆弱一面，痛哭起来。就在这时，母亲突然醒了，可她只是一遍遍喊着吉米的名字，不管查克怎么说，母亲就是注意不到他。没过一会儿，母亲便撒手人寰，这让吉米心情复杂。等吉米买完东西回来，母亲已经不在了。他问查克母亲有没有说什么临终遗言，查克缓了几秒钟说没有。
回到现在，见复印店里的人一直没行动，吉米终于忍不住冲进去，让店员赶紧拨打911。在吉米的努力下，查克从短暂昏迷中醒来，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然而这里明晃晃的灯光以及各种电磁设备让查克生理和心理都极度不适。当听到医生要给他做心电图与核磁共振后，整个人更不好了。由于查克不配合做检查，主治医生只好找吉米谈话。查克上次住院也是他负责，所以医生知道查克的电磁过敏症是心理疾病，如果不接受检查就无法确定大脑是否受损。在医生的劝说下，吉米同意当查克的临时紧急监护人。查克从助理口中得知自己大概昏迷了10分钟，可即便人已经躺在医院里，查克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的病情。他对吉米说道，我昏迷10分钟你就能赶到现场，说明你一直没离开过，肯定是抢先一步贿赂了复印店店员。不得不承认，查克确实太了解吉米了。见查克咄咄逼人，一旁的生活小助理实在看不下去，他说因为担心查克身体会出问题，所以提前打电话通知了吉米。查克显然不相信，可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好多说什么，气呼呼地将两人赶出病房。有了吉米的许可，查克终究逃不过核磁共振检查，从他生不如死的表情就能看出有多难受了。闹归闹，吉米依旧很担心查克，全程都在病房外等候。金也赶过来陪在他身边，见查克半天没有从里面出来，吉米坐不住要过去问问情况。就在这时，电视上开始播放吉米先前拍摄的广告，金对广告效果很满意，可吉米因为查克的事儿有些内疚，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很快医生过来告诉吉米，查克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只是额头有撕裂伤，突然晕倒是因为恐慌症发作，不过他出现了一点并发症。来到病房，只见查克僵硬地躺在床上，眼神呆滞，就连吉米告诉他可以出院回家也毫无反应，似乎核磁共振把他吓傻了。另一边，纳乔开车带大胡子来到荒原的一处小屋子，想必是见赫克托的。麦克悄悄跟在后面观察地形，好心路人无辜枉死，让麦克对赫克托起了杀心。但荒原缺乏遮蔽物，无法直接逼近展开行动，于是麦克找到枪贩，通过模拟演练买下一把狙击枪。之后麦克带着装备来到目标地点，匍匐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等待时机。很快大胡子被人从小房子里带出来，赫克托也出现了。坑爹的是，纳乔真会挑地方站，哪里不好非要站在赫克托前面，把他挡得严严实实。直到大胡子被枪杀，老麦克也没找到下手的机会。虽然赫克托一帮人已经返回小破屋，可麦克不想放弃，守株待兔总能等到机会。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汽车鸣笛声，起初他以为是停在小破屋门口的车发出来的，没想到是自己的车。好在距离够远，小破屋那边听不到。有人对麦克的车动了手脚，并且在挡风玻璃上留下一张小纸条，让麦克别这么做。查克状态好转后，吉米便带他回了家，本想为他再做点什么，但被查克拒绝，三言两语把他打发走。可吉米前脚刚走，查克就披着太空毯提着灯来到仓库，似乎在找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吉米拍摄的广告果然起了作用，登门办理业务的老人络绎不绝，刚送走一个客户，金过来告诉吉米霍华德有事要问他。因为没有助理，吉米只好拜托金先稳住这些老人家，泡泡茶什么的。他回到办公室给霍华德回了一通电话，这才知道查克要从 HHM 辞职。霍华德怀疑又是吉米在背后搞的鬼。收到消息，吉米火速赶到查克家，因为没钥匙，他敲了半天门，查克才来开门。走进房间，吉米目瞪口呆，查克竟然给自己打造了一间锡纸房。他告诉吉米，普通的墙根本挡不住电磁，他早该想到这个方法的。要是条件允许，能完全挡住电磁波的法拉第笼才是最好的选择。吉米一听，心想查克的病更严重了呀。休息间隙，吉米问起辞职的事儿，查克表示不是辞职，而是彻底退休。吉米为了鼓励他，说你还没有让我取消律师资格证呢，就这么退休甘心吗？如果你认为银行的案子是我在搞鬼，那就更应该振作起来报复我呀。
但查克并不听劝，说自己现在已经心有余力不足，写个申请报告都能写错，真是老眼昏花，差点还错怪你，都怪这些该死的电磁把我脑袋变得不好使了。这番话令吉米十分愧疚，他不想查克就这样一蹶不振离开律师界。最后吉米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他向查克坦白是自己篡改资料，并且说出了动机，为了帮金拿回银行的案子。吉米还不忘夸赞查克，认为他太神了，竟然把中间过程一丝不差猜出来。说完一切，查克还特地让吉米确认，不是为了让我好受点才故意这么说的吧？吉米告诉他当然不是。临走前吉米问他，这下可以打消退休念头了吧？查克点了点头。吉米离开后，查克从桌上的锡纸下面找出一样东西，正是他从仓库里拿出来的录音机，他按下了暂停键。没想到吉米竟然被套路了，刚才说的话已经被录音。查克讨厌吉米耍小聪明，可为了对付亲弟弟，他自己不也开始耍手段了吗？如果查克利用录音举报吉米，那么吉米很可能被取消律师资格证，甚至坐牢。第二季故事到这里全部结束，结尾留下了两大悬念：第一，查克是否真的会举报吉米；第二，给老麦克留下小纸条的人又是谁？很多人猜测是炸鸡叔，到底是不是，就让我们在第三季故事中揭晓吧。喜欢风骚律师的小伙伴们，别忘了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哦。